请大家翻到《阿弥陀佛48大愿讲记》222页。我们先将经文念一遍。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这是39庄严无尽愿。从此愿呢，到43愿，是摄佛土功德愿。那总共是5愿呢，内容是说西方极乐世界依报庄严。经上没有一切众生这种字样。是纯粹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那我们深入这几愿呢，也是很重要啊。我们越了解极乐世界的好啊，就会更恳切的想求生。李炳南老师有一段教诲提到是两个世界的味道，一个是我们这个世间，那一个是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那我们这个世间呢，阿弥陀经也说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五浊恶世啊，五恶、五痛、五烧、酒后转聚啊，这个也是《无量寿经》当中将末法时期的状况啊，在经文当中呈现出来。就像《八大人觉经》也讲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呀。你看今年天灾不少，有些地方干旱，有些地方水灾呀。这个无常很迅速，这环境无常啊。包含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无常自己也感觉好像身边遇到的亲戚朋友啊，这些年往生的也是不少那轮回路险呢所以我们也是要真为生死啊，我们要了脱生死问题才有解决啊！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持佛名号好好真信切愿，老实念佛具足信愿行三之良那是万修万人去。也跟大家有比喻到这个娑婆界就好比米田共大家知道米田共极乐世界就好像黄金一样那诸位仁者你要拿哪一个我想大家都不用考虑一定要拿黄金当然这是比喻那我们拉回来
那我什么时候拿黄金啊？我老实念佛的时候，就是要去拿黄金了。啊，我生烦恼了，起情绪了，那就是去拿粪便了。哦，那会臭的自己一身哦，身心都臭哦，都在烦恼中，跳不出来哦，轮回心造轮回业哦，须臾被念佛之心哦，这一点我们得要看清楚啊，须臾是很短的时间哦，只要不念佛啊。就轮回心造轮回业，刹那即结业之所啊！而且你种下了这个六道的种子啊，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啊，因缘会聚时，果报还自受，起个念头也是一个种子哦。所以修行人对念头啊。警觉性要越来越高。菩萨畏因呢，一个念头也是个因哦。啊，就像老和尚在讲《阿难问世佛吉凶经》，提到安世高大师前世有一个出家的师兄弟，啊，大家有印象吗？大家不要听完故事就完了哈，每一个故事要拉回来我们自身哦。已经出家了，有代佛说法、弘法利生的愿呢，是很可贵的了，而且还明经好师，爱要佛法哦。啊，明经啊，也不是不明理哦，又喜欢布施哦。哎，可是有一次出去托钵啊，饭菜不满意啊，生了嗔恚心呢、啊，死后就堕到龙王哦，畜生道哦，哎，这就是起了一个嗔恚心，种了一个因哦，哎，结果下辈子因为这个因去投胎哦。所以，我们对念头要认识哦，一个念头的力量是很大的哦，因小果大用心皆明定业，这个是林芝禅师说的。我们起了念头啊，就是一个种子哦，你种下去了，它不会不见哦，你可以消落它，它不会不见哦，人迁来报。你种了这个种子，它一定未来遇到缘呢，它就是现果相了。人迁来报啊，种忏不亡哦。你忏悔这个种子也不会不见哦。这个真相了解了，以此自量啊，岂能轻动啊？我们的念头不能随便动啊。贪心感恶鬼道哦，嗔恨心感地狱道哦，愚痴感畜生道哦，所以不能再发脾气哦，那个是地狱的引业哦。我们都听过老和尚十法界都有引业啊，引我们去那个地方啊。应该我们一听完。贪嗔痴不能起啊，那贪嗔痴要不起呀、啊，那得要老实下念佛的功夫啊，才扶得住了。都要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这个我们都会背哦，但是我们要检查看看，解行要相应哦。现在我们是不是尽量在提起佛号？
这一段话是谁讲的？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是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哦，有没有在实践他的誓愿呢、啊？有，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哦。好，那大势至菩萨怎么摄受我们去极乐世界？他也是为我们讲经说法。印光大师文钞很重要哦。而这一段话，这一段开示啊，常常都被印成书签呢、啊，或者是印成挂历呀、啊，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敬下合，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劳，成人之美，啊，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啊，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它消灭。当然，消灭的方法就是把佛号提起来。啊，常生惭愧心。即忏悔心，啊，纵有羞耻，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惊夸。这个是牵挂六爻皆吉，啊，只管自家，不管人家。我看我们现在都是管别人多，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好像留在心中别人的优点比较少，都是挑毛病的多，这不能跟祖师的教诲背道而驰哦。看一切人都是菩萨，这善财童子五十三山的心境哦，唯我一人实是凡夫，果能依我所说修行啊。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哇！最后这两句话重不重要？这两句话是印光大师拍胸脯给你保证哦。你只要照刚刚这短短这段话做，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哦。啊，祖师不会妄语哦。啊，不难吧？这一段话不是太长吧？虽然不是太长啊，大家冷静看看，这大修行人讲出来话虽然短了、很圆满哦。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都在里面哦。哦，那能把这五个科目很好的去落实。啊，然后又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能提得起来，那这正住双修啊，那铁定功德圆满。这一生不会空过，这一生解决轮回问题啊，往生极乐世界做佛了。哦，所以这一段。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那这个就每一天都往极乐世界迈进了，越走越近了，啊，就是去拿黄金了啊，我们的心念跟言行跟这段教诲违背了，那就搞轮回业去了，所以啊，我们遇到这个法门。如是妙法性听闻啊，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啊，要珍惜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机会啊，不能跟自己这么殊胜的缘过不去啊！
啊，所以我们警觉性很高，啊，每个念头跟一言一行啊，都是净土为归的方向，啊，不能背道而驰，啊，我们看老和尚讲到啊，我做佛时，国中万物，啊，国中指极乐世界，万物是总说。我们讲啊，依报就是居住环境、修学环境、生活环境都包含在万物啊里面了。严禁是从体上说的，我们这个世间的物质啊，不清净。为什么不清净？居住在这个世界的众生呢，心不清净。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宇宙人生的缘起，环境属于依报，依报随着正报转，这是彻法圆谛的道理了，啊，宇宙怎么来的？啊，这个宇宙就包含所有的环境了，啊，《华严经》上说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整个宇宙是自己一念顿现的，啊，一念哦。我们容易体会，就是做梦，那个梦境是我们的心变现的，不干别人的事哦。所以佛法这些彻法圆谛的道理啊，我个人觉得，我们能听闻，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很幸运，那更有福报是什么呢？拿这些这么精辟的道理啊，来思维，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啊，以前不知道这个道理了，自己就会把责任推给什么？推给谁谁谁害的？甚至于都是那一座山坏了我的风水，是吗？哦。把责任都推到人事物上面去了，怨天尤人了。啊，当然，假如是这样呢，那铁定命运越来越不好了。啊，这个于静义工给我们表演了哦，那个本来18岁就考上秀才了，到了47岁，家徒四壁，穷困潦倒，还在抱怨，那当然。命就更不好了，哦，所以要改造命运呢，首先不抱怨哦，那既然都是我的正报所现的依报啊，那怎么改善自己人事跟物质环境？改自己的心哦，从根本修。从根本来改造命运，啊，改习为立命之基，啊，把习气改掉啊，把个性改掉啊，这是改造命运最重要的基础。习静业自消，习气调伏掉了，这个业就消了。大家观察一下，了凡先生为什么改造命运呢？哎，内行人看门道啊，我们不是只有拍手啊。哎呦，了凡四训，这个了凔先生命延长了21年哦，哎，当了大官，这个我们都知道。关键在哪？哦，key point 在哪？
啊，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啊。就在云谷禅师这个真上缘殊胜哦，一生能遇到高僧呢，啊，又肯听了，啊，哇，命运一定变。福在受见嘛，能接受劝谏的。啊，而且云谷禅师也高明。哎，成年人，你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肯定心里面想要你管，就，哦，所以一般来讲，20岁到40岁啊，不能讲，只能暗示的。40岁以上，不可以讲了，要顾及他的面子了。云谷禅师善巧，他只是反问。哦，我现在感觉啊，我们现在没有学到这些高深的善巧智慧。我们有时候一开口啊，停不下来。都习惯什么？习惯灌输别人，习惯说教，甚至也严重一点的洗脑，那个气势就是一定要对方接受我的意见。我现在观察很多年轻人啊，一听他爸爸妈妈一开口啊，我看他们的表情就是这样，那个眼神就是又来了。你说年轻人一听我们开口就是又来了，你说他们很接受吗？哦，我感觉我们这些当父母的人呢，心太粗了，啊，自己一开口就如入无人之境啊，大家都得乖乖立正站好听我讲话，也不关心人家的表情到底能不能吸收。哦，人那个习惯一来哦。自己都做不了主啊！好，就像那个四川的厨师啊，客人说不要放辣椒啊，他煮啊煮啊，不要放辣椒啊，还是放下去了。他太习惯了，他也不是故意的了，没察觉到了。哦，所以要把下一代教好啊。我们这个夫妻呀，当父母的也要培养一些默契啊！啊，假如又开始说教了，啊，另外一半就摸摸右脸啊，提醒他停一下，停一下啊！哦，这样比较不会尴尬啊！啊，有些动作提醒提醒，其实这些方式都。跟《礼记》《学记》相违背了，导而扶谦呢，引导不是硬拉他，啊，强而扶抑，强是鼓励肯定，不要否定他，啊，你比方说，啊，是当父母的，啊，自己很认同汉学。啊，跟孩子说你不走汉学，你人生就完蛋了。你孩子下一个念头，我偏偏不走，看我会不会完蛋？你就太强势，然后又讲话很绝对，人家听了不舒服。啊，本来还有希望走汉学，你这么一讲啊，人家就不愿意了。哦，所以我都请这些当爸爸妈妈的手下留情啊！哦，本来你的孩子应该可以来学汉学的，啊，结果被我们搞的教学的方式啊，教育的方式都跟《礼记》《学记》不相应了，他产生反感了。啊，行行出状元，你要顺势而为，恒顺众生。哦，说不定他
出社会了，在某一个领域去努力了，啊，他感觉到啊，我这个汗水里面的做人做事啊，才是自己事业能不能再上一层楼的关键。这个时候再来赌也可以啊，不要应试操作，适得其反。所以啊，孩子是我们的医报啊，随着正报转，我们那个控制要求没有放下，孩子一定是反着我们要的方向走。所以你硬拽人家，人家一定往另外一个方向要逃离嘛，这个很正常的嘛。哦，所以开而复打。啊，这个抢而复议，再来是开而复打，开是启发，而不是一句话讲到底，是启发式的。父母、老师假如都是灌输式的，也会影响小孩的悟性。哦，所以云谷禅师有智慧哦，他知道了凡先生的命都算过了啊，结果他知道了，他只是反问了一句话："汝自揣阴德科第否？阴身子否？"哎，你自己想一想，你应该考上功名啊，进士吗？你应该有孩子吗？下一句是关键，吾追醒良久。他反省了好一段时间哦，接着自己说不应也哦。请问这个不应也，假如是云谷禅师讲的，你觉得味道一不一样？啊，这个云谷禅师说："我看你不应该考上功名了。"我了凡先生听了不舒服了，他自己讲的。哦，那我们顺着云谷禅师的话啊，哎，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应该越来越有福报吗？啊，汝自揣。应可以往生佛啊，我们应该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吗？我们有没有资格加入啊？去这个莲池海会的俱乐部？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哦。假如我们现在不经意的，一开口就会讲人家的是非了。哦，那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去，不就乱了极乐世界的磁场啊？就，哦，那边是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哦，都是称赞如来哦，没有批评的哦。老和尚也说啊，能不能往生呢？不要问别人，问自己。我们佛号有没有越来越多，越来越提得起来？妄念有没有越来越少？这个要自己检查哦。啊，诸位忍者，2024年走了一半喽。啊，我已经过了中秋了，我现在觉得一年对我来讲是very important 哦，很重要的事情啦。我没有太多的一年哦。啊，自己假如功夫境界都没有提升了，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啊，轮回是路险哦，可不能再搞了哦。那下次要再遇到念佛法门，
那不知道要多少劫哦，可能还要再积个无量劫的话，那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哦，那啊，我们遇到了这彻法圆底的道理了，啊，就应该啊，依照这个教诲来思维了。而了凡先生开始反省自己啊，就是从正报。短命啊，没有指示，这个都是医报啊。随着他的正报转，结果他接下来就发愿了，愿力大过业力了，这个命才能转动啊。都是业力做主啊，那命运只有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那改习啊为立命之机哈，所以了凡先生也是反思自己一些个性上的问题，心量不够大，啊，讲话太冲了，直心直行，轻言妄谈，讲得人家很难受，没顾及到人家的感受了，啊，而且也没有爱惜身体哦。这个，你身体不好啊，就不容易有指示了。啊，他把这些因找到了，从因上去转变了，果就变了。这个《了凡四训》要多读几遍哦。这部书真的是太重要了，道理讲得很透彻，理得心就安了。而了凡先生，他发愿做3000善事，做了10年了，而且是用功过格哦，他都下扎实的功夫哦。那了凡先生要下这些功夫啊，我们需不需要？我们不下这些功夫啊，有时候一天过去了，哎，今天有做错什么事吗？有做对什么事吗？有时候自己也糊里糊涂的。那个了凡先生效法赵岳道，宋朝的一位名臣，啊，焚香告地，啊，面对上天讲。哎，我今天做了哪些事？假如不该做的，不好意思跟老天讲的，警觉性就越来越高了，不好意思做了。好，那我们也可以效法这个精神呢，每一天在佛菩萨面前反思一天身口意的状况。那面对西方三圣呢，面对诸佛菩萨。哎，这个羞耻心、惭愧心上来了，啊，不敢跟佛菩萨讲了，不能再起这个念了，啊，不能再犯这样的言行了。哎，了凡先生这些理念做法啊，我们都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修学上哦，啊，也跟大家共勉啊，今年是。自知去习，修行人要有自知之明啊！啊，用这些功过格的方式，啊，老和尚也强调，哎，用三根来关照自己，啊，这样就很具体了，啊，你像《十善业道经》以10个纲领为主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
哦，那《弟子规》《太上感应篇》这些经句也很具体啊，我们拿来对照对照。哦，而且这三根的句子啊，要落实啊，哎，也是要下一番功夫哦。啊，我们举例见人善，即思齐，这个得要放下嫉妒心啊，才做得了哦。哦，所以落实一句京剧容不容易？得要放得下习气，才落实得了见人恶，即生气见人恶，即指责，那这个就落实不了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见人恶，即内省，向内。也得要那个见能过的习气要放得下才，才这一句才能落实哦。好，那我们现在观察观察，我们现在在见谁的善，在效法谁的善。那假如我们没有落实的方法，那这一句还是。留在解而已哦，没有行哦。怎么行？那可能你爸爸妈妈的优点，你是最熟悉的哦，写下来。我们现在一指老和尚，老和尚的优点是什么？写下来。进一步，我要怎么效法？都要下扎实的功夫哦，才能受用哦。这些经句啊，叫法药啊，那个药要吃下去哦，药不是读一读啊，病就好了，得要抓药，得熬药吃下去哦。那我们可能可以拿一个思齐步思齐录专门的记下来，哎，谁的优点常常看，常常效法，哎，不知不觉你很能欣赏别人的优点很主动的去效法别人的优点。就养成习惯了，这个京剧只要落实一句，命运就开始改变了，大家想一想，见人善即思齐落实了，命运会不会变？那铁定变了，因为心变了，正报变了，依报就变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啊。佛心清净，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地也非常清净。心不清净呢，不能往生，因为不相应了。心净佛土净呢。所以一切行门，我们在修行了。以静心为要，所以修行的第一个目标啊，得清净心。那怎么得清净心呢？要持戒、守礼，因戒得定啊，这个定就是清净心了。我们每天念无量寿经呢。清净平等觉，第一个目标是清净心。那持戒当中第一条，不杀生，不恼害众生呢？
一个人会考虑啊，我不要恼害众生啊，他的心是柔软的，他不会常常顺着自己的情绪，顺着自己的脾气。他会顾及到别人啊，比方说，这个开个门，人不闲勿事搅，他住在宿舍里面呢，就关门了，不能砰一声，人家可能已经休息了，把人家吵起来了，他的心呢，就越不随顺他的习惯，这些不好的习惯，就慢慢就少了。好，那你的心越来越慈悲了，那慈悲跟清净啊，都是真心啊，就相应了。而且今天你恼害别人呢，你能得到安定吗？你种了恼害别人的因啊。你怎么可能得到安定的果？我们有时候自己开始着急了，自己没有发现呢。人一急呀，讲话就会冲；一急呢，心里浮躁，感受不到对方的心情，讲了让人难受，自己不知道。很可能搞得跟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生烦恼，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突破习气使然，浑然不知。实在讲呢，我们恼害了很多人呢，一定是我们很急躁，心不清净了。所以一定要重视啊，清净心。一切言动啊，都要安详。看看自己的言语动作啊，安不安详？还是都有点急？有点冲。都要从生活的一言一行当中修哦。这个修行啊，没有大小事哈，每件事都是自己的心在起作用啊。修行人不能修的啊，有人在的时候都比较温柔啊，举手投足呢都轻轻的啊，没人在了，另外一种状态了。反正没人看我了啊，我终于解脱了啊！这样不行啊，这样入不了不二法门了。人前是一种状况，人后是一种状况，这个入不了不二法门了。而且这样修会修出问题啊，变成表面文章了，演给别人看的。人前人后一样。有钱没钱的人面前一样，地位高地位低一样，这才是平等心呢，修行的重点哦，清净平等觉，真心呢，学佛最重要的恢复真心哦，在哪里恢复？在一切境界面前用对心。所以，能不能往生呢？关键在清净心呢，心净佛土净呢。极乐世界也是自己的心现哦。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哦。我们清净心才能成就极乐世界哦。
阿弥陀佛只是我们的真上缘哦，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哦。你看，我们念一次《无量寿经》，极乐世界的依正庄严呢，在熏陶我们了。好，不知道大家念完一遍《无量寿经》，有没有感觉自己身心的状态提升了不少？好，我看你们点头的人不多啊，我们是念完之后说：“哎呀，终于交差了啊！”今天这个定课我终于完成了，不能把定课变成交作业哦，这样你小时候那种交作业的心境就延伸到学佛来了，我印象当中哦，我们小时候那个交作业就是下了课了，赶快啪啪啪啪。因为写完作业就可以玩了，哇，那个字，这个龙飞凤舞的，哎，你写字写得龙飞凤舞啊，影响修行啊，字不净，心先病嘛，是吧？所以什么时候是修行？写一个字也是修行哦。修行没有大小事哦，因为写字的时候很着急呀，我们这个用真心的功夫就断掉了，要不间断用真心，我们的境界才能向上提升。我们念《无量寿经》，你看极乐世界的正报，显我自心哦，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你看念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因地发愿，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印普及无边界。你念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这个心量在扩宽了？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大家随文入观的时候，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量在扩大？显我自心啊！往往念到那一句“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我们自己这个眼角有点泪水出来了，阿弥陀佛的这种誓愿力啊，触动自己的善根了，对，一切皆成佛，看这种心量，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呐，好，所以。心不清净了，不能往生的话呢，这一句佛号啊，要会念的。不会念的，虽念不能往生。怎么是会念呢？这个会字啊，我们要重视啊。老和尚常问我们，你会吗？会不会修行？会不会念佛？接下来指导我们了，什么是会念？要把妄想、分别、执着都念掉，心就清净了，这是会念了。哦，而且这个会里面哦，不是硬压自己的妄念哦，不求一心不断妄想，你一直要在，我要把它念断，我要把它念掉。太用力了，只要字句分明就好了。妄想千般皆不管，你去管它，不是又打另外的妄想了？
一声佛号要分明。摄耳谛听，随他去，你不要去管他，你只要专注你的字句分明就好了。哦，所以这是会念哦，不念过去，不念未来，因为过去未来都是分别执着啊。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求就是有点着急了，急于求成了，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那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啊，那是不会念啊，念了也不能往生啊。古人提醒我们，不能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啊。可是念佛要念得得力啊，也得老实念啊，而且啊，不能间断，最起码每天都要。有定课念佛，念佛是正修，正住双修啊。也要看看自己啊，在固定的，哪怕是20分钟，啊，因为现在人家庭，啊，工作责任都不轻啊，那20分钟应该有啊，啊，甚至于是，有些在大都市里面呢，啊。光是上下班呢，可能要超过1、2个小时啊的交通啊，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啊地铁啊、捷运啊都可以用功啊，啊，你看32拜不需要太长时间，5经1论精华都在里面呢，你就可以做功课了。然后念佛的时候，哎，一切莫管，万缘放下，都要了。观察自己啊，能不能越来越佛号提起的时候，一切的事都能放下来。啊，平平常常，老实念去啊。啊，我自己也是。啊，只要晚上没有上课啊，哦，就很愿意啊，也很欢喜啊，跟大家一起念阿弥陀佛。哦，那半小时是啊，非常期待的时光。哦，啊，上面称名时及遇光时啊，啊，珍重此时莫空过啊，啊，念半小时就是阿弥陀佛。啊，诸佛菩萨放光加持你半个小时，身意柔软。啊，本来很累的，练半小时之后，哎，身心的状态好很多，所以当然期待念佛了。啊，大家可不要，哎呀，怎么又要念佛了？哇，那这样会讨厌念佛就麻烦了。嗯。好，好，你假如念的已经很不耐烦了哈，可以先起来啊，啊，读读经啊，啊，关心关心别人呢，啊，啊，不要常常念的这个心烦意乱了，最后反而不爱要念佛啊，啊，这个可能会有流弊哈，这大家都要观察自己的状态。所以念佛的功夫啊，是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啊，念到一心不乱就成功啊。最浅的一心不乱呢，就是功夫成片啊。那成片呢，老和尚说往生就有把握了。成片不难，只要肯下功夫。啊，人有自心求道啊，精进不止，会汤克果，何愿不得？
那也要很有耐性哦，有恒为成功之本。啊，每天不间断的用功啊，就越来越提得起来了。啊，这个夏莲老说的，啊，发死啊，死是箭啊，发死中地，地就是射中靶心的啊，发死中地啊，原非一发之功啊。啊，你看一个人一射到靶心了，请问他曾经射过多少箭呢？那成千上万都有了，啊，磨矢作针，岂是战磨之力啊？磨杵作针啊，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啊。这个是讲李白的故事是吧？哎，这个故事跟我们修念佛法门有没有关系呀？有啊，你要念佛也是要用这种耐性但只老实念了，不要问如何老老实实，一字接一字，一句接一句就对了，一念一弥陀，念念相串即是佛。都要下这个顿功夫啊！我们现在就怕修行啊，还想着急功近利呀，投机取巧不行。做顿功夫啊，是真正的捷径这个海贤老和尚就是榜样了我们好像这个四十八愿，我们共同学习完接下来我们学习老和尚。这个赞叹海贤老和尚的三集内行人看门道，老和尚内行，我们学着他懂得怎么观察善知识，怎么效法闲工这样的善知识我们能观察出来肯效法，应该也是万修万人去这是好榜样啊。那佛在本经讲啊，一心称念，一心一向都是心地清净才能做到哦。你看，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假如过去、现在烦恼很多啊，那就夹杂了，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不容易啊。理得心安呐，听经明理了，哎呀，这些念头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而且有什么好纠结的呢？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而且无债一身轻了，有什么好纠结的？有什么好不甘心的呢？那还是不信因果嘛。那未来有什么好担忧的？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所以有些人，我们说改习为立命之机，要把这个性格习气改掉。有些人的个性就是喜欢操心，瞎操心，都是担心未来。我以前也挺会操心的。现在改了一点点尤其听了老和尚说，佛菩萨安排交给佛菩萨，就这个法挺好用的自己别操心，但是要好好提升自己了可不能现在有一个词最近常常听到叫躺平不能当躺平族还是要很好的提升自己，不为自己了。老和尚说啊，愿力超过业力，可以是成愿再来哦，不一定要等来世
所以佛法都可以用在当下。所以一心跟一相啊，都是心地清净才能做到。我们有疑惑，心就不清净。所以不怀疑，才能清净。才能净念相继所以有什么疑惑大家法眷属可以互相探讨。刚好这个月30号我们有这个交流大家可以。当然，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现在有些人问问题啊，他自己都没有思维过，就变成依赖，这样也不好，依赖别人给他答案。自己用所学的经教思维过了，还是不能解决，那可以查一下 Google 老师，还是百度老师把关键字打出来尤其要打上净下空老和尚这样老和尚一些佛学问答就出来了，但是你也不能变成依赖，你要从中能看老和尚怎么思考问题的。老和尚怎么应机说法的？老和尚怎么把经教用在解决问题上？这家庭问题怎么解决？工作问题怎么解决？原理原则在哪里？你不是去依赖老和尚给你答案哦，这个就不善学，不会学哦，这个会字很重要哦。比方说，承德刚好有这个因缘，21年去了海口了。那我总不能每天遇到什么情境啊，人家问什么问题，我就打电话，老和尚啊，这该怎么办啊？那老和尚这个学生烦死了，其实那个时候老和尚不认识我了，不知道我这个人。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我很 lucky 我很幸运的。我一学佛啊，就是听老和尚的录音带，我一个同事送给我的，他都没听就送给我了。我为什么知道他没听呢？因为他给我说，这是一个大陆的法师啊讲的。老和尚那时候在台北啊。他这句话害我见不到老和尚，我都着相了。在大陆我又去不了，所以啊，这个人啊，有时候会错过姻缘的。明明那一套就是送给他的，他都还没听就送给我然后后来我学了之后，有回去供养他要报他的恩德啊，他送给我的。听了差不多5年，就专听一个老师我也刚好没有其他的因缘就专听老和尚的。只要有时间就听吃饭的时候都是听经。因为太难得了，这么好的善知识的法。后来就5年后就到海口去了，自己都不知道听了哪些东西，也不记得可是人家一问问题啊，老和尚的教诲很自然就起来了。专听一个老师，听了5年以后啊，有这个好处。所以。幸好还活到现在还没有被问倒，这个就是有老和尚的法的好处了。当然，更重要的，你要掌握老和尚在处理事情、在修行的一些原理原则。你看，五心五行，就是老和尚一生修学掌握住了
佛陀一代十教的纲领啊，纲举目张啊，自己也要掌握住啊。老和尚教学的重点、修行的重点都要掌握住啊。好，好，我们有杂念，心也不清净。所以要不夹杂、不怀疑，这个才是净念啊。那不间断就是相继了。觉明妙行菩萨这九个字很重要，重要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就是落实了大势至菩萨教导的净念相继。而且都摄六根，摄耳谛听啊，其他的五根就收摄回来了。因为我们这个世间耳根最利，你自己静下来念半个小时佛、一个小时佛，你就慢慢感觉摄耳谛听的重要。那你就越专注听，妄念就越来越少。像承德念这半个小时，最近感觉有一点很重要，提供大家做参考，比方阿弥陀佛，这个佛啊，我念完之后呢，我的耳朵还在听这个佛字，然后我又接着阿弥陀佛，这样啊。妄念进不来，在个人的一点小心得供大家参考，因为那个佛字在我的耳中啊，那请问我们听到这个佛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阿弥陀佛那这个佛字有在我的耳中，也有在我的心中，我就不容易打妄想。有妄想啊，心也不清净了。都不能在今生呢往生。所以往生西方有一定的水准。极乐世界啊。彻上彻下，心地都清净平等觉。其实我们真的真心切愿的、恳切归心似箭的，这个念佛就专心了。你想去又不想去啊，这样念的就不恳切了。看破这个世间呢。五烧五痛，九后转聚啊，阎浮不可留啊，轮回路险啊，搞烦了，不能再搞了。这个万缘放下这个放下不是事上放下，大家不要听错了哦，心上要放下，事上随缘。所以这个离不是离顺境、逆境、善缘、恶缘哦，般若是离相，离一切相，修一切善，就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是《金刚经》说的，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般若。修一切善法，你在修一切善法的时候。你没有着相，那布施就有波罗蜜了，忍辱就有波罗蜜了，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所以诸位同修，我们都会遇到同一个境界，这是必考题，叫不挑境界。
是离分别执着，不是离境界。这个境界为什么来呀？这个境界不去找别人，干嘛找我？冤有头，债有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大家认同吗？哦，所以你现在面对的逆境恶缘呢，你不能有逆境恶缘的念头，因为你欠人家钱，人家才来的。你欠人家情，人家才来的啊，还跟人家对立，那不是不还钱吗？那我们不是变成无赖了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哦，这个陈德也经历过一些事，也挺有经验的。啊，你欠他的哦，你走到哪，他一定追你追到哪，你跑都跑不掉。啊，不过还钱也要有智慧啊！你也可以用法缘的状态还他钱。你搞成情债去还了，哇，那还起来也挺累的。因为你搞成情债哦，最少也得还几十年。对呀，那比方说你走入婚姻了，那就要几十年还了。你可以把这个情缘转成法缘，这个就要靠佛法了，要会转。好。啊，最重要的，谨防业力发动。要理智，不要感情用事。哦，所以极乐世界彻上彻下，心地都清净平等觉，也就是本经的经体。经题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标准都显示出来，所以我们的心要清净，要平等，要不迷惑。不迷就是觉。什么是不迷呢？不为世间五欲六尘所迷，不为世间财色名利所迷。啊，不迷啊，就觉。啊，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往生，同学们不可以不知道。哦，而且我们也听过，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有一根呢，就会把我们扯到地狱去哦。啊，假如我们一关照，哇，还不止一根哦。啊，那就要下顿功夫去。慢慢把这个欲啊放下，啊，这个要下格物的功夫了啊，格除物欲，啊，其实能看破啊，这个欲啊对自己是伤害的、不好的，你把它看清楚了，不要再作践自己了，啊，所以看破难。放下容易啊！我记得啊，我自己以前很喜欢喝汽水后来我知道汽水怎么来的，石油里面提炼的啦，哪有什么橘子啊？什么橘子汽水，那个都骗人，它是石油里面提炼的什么酚呢？有那个味道。根本就是化学的东西，哦，而且对自己的胃很伤。我明白了，从此不喝了。摆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动。不能找自己麻烦了。
要自爱。啊，吃的东西啊，我也是比较忌口的，啊，对自己身体不好啊，再香我也不吃。啊，这我是感觉直男，行医。啊，包含，你看这个是实啊，你真的看明白了，放下不能。哦，还有你看，这个《无量寿经》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哦，我记得当时我还为情所困呢。啊，这个是个人秘密啊，你们不要太对外讲啊。我还流着泪呢，真的流着泪啊。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我还念着32到37品啊，晚课嘛，然后还哭着伤心，突然读到“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哎，都是你自己在那里折磨你自己啊，人家又不能体会，你何苦来哉呢？就在那里执着，对方怎么不多理解我一点？他又不是菩萨，菩萨才有同体大悲呢。你怎么去要求人家做不到的事呢？所以不是他的问题，是我自己太执着了。我执还没放下，怎么可以随时体会你呢？我们不是强人所难吗？哦，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看清楚了，哎，真的是独生独死，独去独来。你还要自己找麻烦，还要自己折磨自己吗？哇，那一段读下来哦，眼泪自己停了。从那一刻开始，啊，到现在已经经过20多年没有再为情感掉一滴眼泪了。所以我个人体会，看破了。你真正看清楚了。你不干这种事儿了，你再干都觉得自己很好笑啊，因为你看明白了嘛。哦，所以这个财色名利啊，你比方看破了，名利根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去争那些东西，不是跟自己往生做佛过不去啊？何苦来呢？哦，所以这个不能被五欲所迷啊，这样才有资格啊往生。哦，所以老和尚勉励我们啊，不可以不知道哦。那这一句阿弥陀佛啊，一定要念到。心清净，心平等，觉而不迷，我们就很有把握啊，决定往生。因为这39愿呢，啊，庄严无尽啊，是讲医报。那老和尚透过经文呢，让我们找到根本，医报随着正报转。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感得的医报环境啊，无比的庄严洁净。当然，往生与否啊，在信愿之有无。而信跟清净啊，有没有关系呀？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一个人真相信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你说他还会想去这个五欲六尘吗？他信的深呢，他愿就切他恨不得下一秒钟就去了，他就不留恋这个世间了，他心就清净了，所以这个信字很关键的。
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就像经上告诉我们的，西方世界的地啊，不像此地是沙土，它是琉璃地。啊，琉璃啊，我们没见过，只是听说而已啊。佛怎么形容，我们也无法体会，没有见过。跟我们这个世界绿色的玉啊，比较接近。当然我们的玉啊，远远比不上西方世界的物质，我们称之为翡翠啊，绿色透明，很稀有，大家都看得很名贵。西方世界的地质啊，就是琉璃地，透明的啊，地下面呢，都看得清清楚楚啊，黄金是铺路面的，啊，我们这里黄金啊也看得很宝贵，啊，多少首饰啊都是用黄金做的，啊，极乐世界的黄金啊相当于我们的柏油，铺马路用的，啊，大家听完老和尚这一段啊，以后看到人家戴翡翠啊。然后马上跟净土违规联合在一起，哦，那个是大地哦，哦，看到人家的首饰是黄金的哦，那是我以后铺马路用的，哦，你也不会羡慕哦，哎，好，所以西这个，你见到一切人事物啊，都跟往生净土相连结哦。哇，那你就是一心归命极乐世界啊！你比方说，我们洗澡啊，每天都要洗啊，啊，你在搓的时候啊，哎呦，怎么有污垢啊？你就要想，我要换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哇，你看每天刷牙洗脸还。洗脸还要洗好几遍呢，真麻烦。你看极乐世界都不用洗脸，也不用刷牙，也不用吃饭，你看多省事啊！一切境界啊，你都转去思维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啊，你就越来越想去了。这个地方太麻烦了，伺候这个主人挺不轻松的。这个主人是谁啊？这个臭皮囊，啊，每天伺候他不少时间，啊，他要吃饭了，你不得不给他吃；他要睡觉了，你还不得不睡。啊，到极乐世界才自在啊，才做得了主啊。啊，没关系啊，接下来才几十年啊，咬紧牙关，换个无量寿啊，很值得啊。西方世界是七宝世界，居住的房屋啊，建筑材料都是七宝，的确是珍宝宫殿，所以庄严呢，啊，庄严就是美好。我们今天讲美丽洁净，一尘不染，啊，真的是心清净啊，身心境界都清净。不需要打扫，不需要整理，永远是那么样的整齐干净，这一真法界不会变。光丽，光是光明，因为一切都是珍宝所成，我们这个世间的珍宝不会放光，光照到它，它有反射的光，自己本身不放光。西方极乐世界的珍宝本身放光，宝是红色的就放红光，是蓝色的放蓝光，
它不但放光啊，还有香气啊，啊，这很奇妙啊，而且它是柔软的啊，不像我们世间的珍宝是坚硬的。黄金有相当的硬度，西方极乐世界的黄金薄的就像丝绸一样，可以做衣服穿的，所以七宝之体呀，七宝它的本体，那好像金子可以做衣服，金是衣服的体，但是这个体呢非常柔软，其实因为心是柔软的，东西就是柔软的，心是清净的，东西就是干净的，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光明、美丽、华丽。所以这个静修捷要其中有几拜啊，就是这个依报的庄严，一心观礼极乐世界得风，风一吹你会开智慧哦，花雨这个花会下下来哦，妙香每个东西都放香气，天月这个白鹤、孔雀、鹦鹉、嘉陵平简，都能说法，这个是宝网，灵情，这个德风华雨、妙香天月、宝网、灵情、色光生香，都放光哦，也有香气哦，遍满佛土。所以不用擦香水哦，现在香水好贵哦，所以你看什么都可以跟极乐世界连在一起哦，你就越想去了。形色形色殊特，这个形是形状，色是色彩，形状与色彩种类繁杂，不可称量。殊特，殊是殊胜，特是很特别，不是这个世间所有的，也不是我们思维想象能想得出来的。穷微极妙，就是微妙到了极处了。这是前面经文所讲实际离体，相即不二，这性相是不二的，完全是性德变现的作用。所以极乐世界这些依正，这个整个依报的庄严，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变现的，当然殊胜哦。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变现的。但是我们念佛是果地门呢，他利派啊。老实持名，就设佛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了，功德圆满就往生极乐世界了，那极乐世界也是自己的心做心事哦，所以持名功德啊，不可思议啊，老实持名，全设佛德，成智德了，所以这个法门是为佛与佛乃能知啊，是佛的境界。无能称量，称是称说，量是衡量度量。不但我们凡夫的没有能力啊称量，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的神通道力啊，我们在经上看到几乎都是七地菩萨以上。这种智慧能力绝对不是声闻缘觉可以相比的，他们也无人称量，
其诸众生，指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具足七地以上的智慧与能力，虽具天眼，他们的天眼洞视、尽虚空遍法界啊，都没有障碍。如果有障碍，怎么能去供养十方诸佛？啊，像前面愿文所说啊，他们具足天眼洞视、天耳测听的能力。哎，有能力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啊，这是说明啊，七地以上的菩萨都没有能力完全了解、完全明白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到底有多少种、有多少数量、有多少形状、有多少光彩，说不出来。哦，阿弥陀佛说啊，要是有人能说得出来，他就不成佛。啊，现在他成佛了，说明七地以上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西方世界的确是为佛与佛啊，方能究竟，即使是等觉菩萨，也不能完全彻底了解。哦，我们常常讲啊，极乐世界一正庄严，到底庄严到什么程度？诸位读了这一段文，就可以了解。这也是给我们具体说明啊！啊，像藕益大师在《要解》里所说，这个法门，这个经典，只有十方诸佛才有能力宣扬流通。啊，只有诸佛才彻底明了。九界有情，如果不是蒙弥陀威神加持，啊，不但你不能说，也不能理解。我们今天能稍稍明白一点点，都是蒙弥陀威神、十方诸佛的加持。啊，我们听了，能相信，能生欢喜心，啊，这个也都有啊。我们曾经供养的一切诸佛啊，在加持我们，啊，我们才能听得懂，啊，所以恩德啊，太多太多了，啊，阿弥陀佛发了愿呢，还有诸佛在加持我们，啊，我们都不能辜负他们的慈悲啊，可能这些诸佛啊，生生世世都跟着我们哦，随逐于我。啊，我们不愿意辜负诸佛如来啊。这个惭愧心啊，这个奋发的心啊，就起来了。哦，惭愧、奋发、改过。啊，我们不止啊，不能辜负啊，我们还要做本师跟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啊，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诸位念到这一句经文没有跳过去吧？啊，随文入观啊，也是老和尚常常勤勉我们的，啊，为人演说，啊，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不是往生的。才配合阿弥陀佛度众生哦，啊，佛法的义理都要在当下去落实。好啊，那今天时间到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谢谢大家。